天灵灵地灵灵，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群魔，迎来曙光。开哦，有了！睁大你的眼睛啊！要直接来了吗？13%哦！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群魔，迎来无人左手，左风百鬼，尊我号令，即在此刻，有吗？70万赚多少台哦？70万赚的话，大概是50万左右吧。其实可以更多，其实本来是要凑100万的，代厨那边货不够，所以如果要厨到够的话，可能就要明天才有办法抽了。所以我想要今天直接先开啦，把这个卡包的好像要一个一个开，总共560抽，礼包12000赚买光，其实蛮划算的啦。他不知道会不会跟那个天 2M 一样模式，就是一直出礼包。如果他是这个模式的话，其实不要硬抽那1200的会比较好。因为礼包如果一直出的话，其实红便是很好取得的。抽到现在一个红色的都没有，红便是很好取得的。宙斯06已经沦陷了啊！韩国直接使用色诱战术。你们要看妹子还是要看抽卡？哦，你们要看妹子是不是？哇！去帮他那个支持一下，对不对？台韩友好，台韩友好，4000人都是台湾人，对啊，为什么要聊天室全部都是中文啊？赚很多、哦，我看他抖那一下，老吴，干，原来小吴是这种人哦，这是伊娃七的意思吧 ？Waiting you, this is 金旋风 speaking. Could change clothes， 是要叫他换衣服的意思吗？王 Kevin， 这个不是盼望吗？是怎样？我们台湾的课长都中人吗？激情老王，东区台韩外交官 ，Can you change swimsuit？ 可以换泳装吗？台湾人真的是，平常抖给我也没抖这么多，抖韩妹抖成这样子，视讯放大扣子解开，都台湾人抖内的，真的，这是台湾台吧？干这么好赚，这么好赚，我也要叫我女朋友去开，叫她换个旗袍。看这样子多好，对不对？在那边聊天室，在那边一直引战台湾韩国实况组，对，这样子多温馨，对不对？台韩友好，玩天堂 W 是来那个交朋友的。如果他是在伊瓦零星，我绝对是不为所动的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哦，来了，有机会吗？直接中红瓦，等一下我们直接70万 all in 变身。有吗？压起来，有吗？无情嘲讽啊！顺便攻上一下馆长的蜂蜜柠檬机能饮，好不好？如果喝馆长的蜂蜜柠檬机能饮抽到紫电，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啊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直接全开好不好？我们这次全开，看会不会中？哦，阿勒尼亚，哎，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啊？好，再来，我们直接 all in 哦。马上就来了吗？再测试一次，直接开会不会中红？玩不赢别人，不是，你不能，你玩不得赢，玩不赢不是看说，哎，谁抽的多，谁花比较多钱，好不好？电子玩，但是他被10个台湾人围殴，他还是要飞啊，不是说一个人氪多少哎，他就一定赢。你说游戏之后出到什么金变还是什么，出更多东西，机体差距更大，那可能有办法，但现在刚开，机体差距没这么大。他要一个打100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我们台湾人够多呢，其实也不一定会输。要不要合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刚说就来了。啊、拜托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好，换个地方好了。你们觉得的风水宝地麦田是吗？你是麦田啊？好，就这里。除非你只知道补卡。哦，来了，来哦，压起来，压起来。然后蓝和红哦，哇，怎么只能喝三次？连蓝都很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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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重复的吗？重复的。嘿，
黑蛇莱奥斯。哦，来了，两张，两张机会来了，兄弟。还有一个机会。还是我要戴道士帽，我那个道士服欸，我那道士服是不是要拿出来做法一下？天灵灵，地灵灵。我现在脑袋里面浮现出的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以前那个灵异教师审美有没有？鬼手要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会喊一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降，什么霹雳卡霹雳啦啦啦，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群魔，迎来曙光，开！还有那个什么鬼神前滚，哦，有了，门票有没有？开盒子了，开盒子了，战袍啊，战袍啊！战袍，战袍！各位观众，睁大你的眼睛，睁大你的眼睛啊！要直接来了吗？13%哦，来，说不定一次就中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么黑，都当这一发的地址，来哦！紧张，我现在很紧张。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群魔一人，无人左手，左风百鬼，尊我号令，即在此刻，有吗？反杀！反杀！还不靠此干？那我不就好像抽四张才可以？哦，来了！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服群魔，迎来曙光。有了，一张，减三，减三，各位。欸、我去哪里生木剑出来啦、啊？我记得他有那个符咒啊，他那个符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留着，那个符好像被我丢了啦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气再来气再来，直接开！有中，碎了，两张了。我们总共抽了多少钻？65万嘛，然后除以1200。然后时间抽是41抽，所以乘以11，我们总共抽了5958抽，接近6000抽。如果是中三张的话，来我们算一下这几率，0.0882，我们抽了5900多抽，乘以0.00，好不好？至少要有五张，至少要有5.25张，算五张就好了啦。但我们只抽出三张，算是比较黑一点，而且合成几率也是不高。好啦，今天就没有成功合到纸片。